喂。好了。喂。相机的一样的玫瑰花。
我在拍镜子，干嘛？李佳慧过来，能看到我吗？我看不到镜子，我看不到镜子，我看不到镜子。
个他们这个 MC 是一个体育，像是那种大课间一样课间操。哇，兄弟拿了一个什么，好像要打人了。兄弟，你去吃了个饭。兄弟，上班时间吃饭，上班时间什么新头像？手机呢？手机呢？在这里。谢谢。兄弟的手机壳。你手机在直播？没有，你在看直播。你在看人家。好香啊你！我本来想去围他，你后来发现他需要我。啊，是的。我没有不参与啊，是不是？你在笑什么？我没看到呢。
我有水，你想不想吃我那个泡面？我吃饱了。我在这里吃泡面。说那边饿。这什么？变饿。说那边饿。我刚刚吃的不要太香。说那，我不知道。问题是，如果从头再来是最佳拍照员，那你会选择谁？哇！你是就是亲身感受到的。哎，那个湖里有水，你刚说过一遍，你听见了？你刚刚就对着我说的。你认真的吗？你看那个虫能不能烧？可以烧吗？它在烧吗？烧。那我们把那个泡面泡了吧。哎，可是这个水要从水里泡的。刚才就弯了，心里潜意识作祟，一再收藏。
这个吧。我要去写个公。